哇，逛了一大圈呢，还没找到货，注意还没集中。捡了多少？来，给家人们看一下，还是空土。哇，从那边找过来，找了一大圈还是空土。那我们继续找货吧。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玄，今天又带全藻出来赶海了。今天感觉全藻也不给力啊，每天出来都特别给力，我就还有我捡的比较多，今天怎么都没捡到。继续找货，这土豆。什么？哦哦，你搞什么？臀都扔掉啊！怎么？哦哦，哇！这第一个中我可以。我怕他跑了。怕他跑了。哦，哇！这次可以哦，这次可以。哇！你赶紧把臀捡起来，把我吓一跳。我还以为你干嘛呢？这么激动，遇到货这么激动啊！他在水里面。哦哦，好的好的好的。哇！今天终于开战了，下了吗？哎，这只是金钟啊！哇，一堆呀、啊！对。哎，我刚刚说你说不能给我带来好饮的，今天啊，哇，这现在还是好货捡不停啊，一堆一堆的捡，这还货，是不是特别给力？哇，没有这个地方真的是等于是我的秘密基地，他们很早有人到这边来。哎，这边也有一堆啊。哎，哇，这估计是搁浅的，是啥？哦，还有一只螃蟹。那螃蟹小的不会。哇，赶紧，给它做。卵壳的这个。这个不是，我还以为是螃蟹。不是螃蟹，螃蟹是那样，你不背夹才怪。没事，里面嚼螃蟹。我以为它是卵壳的螃蟹。哇，你怎么一下都是抓好几只的那种？是不是特别给力呀、啊？两只哈，来。没了。这还有。这炖汤特别好，哇！哎，还有，那么多，哇！一条接一条的抓，六只了，现在没了，哇！那一窝六只啊，这捡不发财多难！来，我们继续找货去，走。我还以为没货，现在还货捡不停啊！哇，这边什么鱼啊？怎么这么漂亮？这什么鱼啊？哇啊！哎，这什么东西、啊？怎么不动啊？你看它能动吗？这估计装饰可以、啊、美人鱼啊，这哇好漂亮，龙王张公主啊，这是龙张公主啊，哇好漂亮、哦、好漂亮，这个要不要带回去给它养起来，要不要？这个真的可以养起来，真的很真的非常漂亮，你看。哦，对，这个漂亮，哇，真的漂亮。带走，我们继续找过去。这次是我看到的，哇，嘿，哇，气得好紧啊！我帮你。来，你底下抓，我拿这个没办法，你走小心，不会被它咬了。会咬人吗？章鱼？这只漂亮，这只漂亮哦。哎呦，可以，不会，它底下那个嘴巴会咬人，来给它放进去。这只是我捡的哈，不是你捡的哈。等下回去一人一只爆头了。嘿。不是我看到了，我先看到了。哎呀，这看，你看，我们连夫妻这给不给力？出来一次接一次的找。哎呀，太给力了！给我起来！你轻点！我这吸得好紧。来，抓起来，吸得好紧哦。嗯。嘿，这看，我们连夫妻出来合作。是不是特别给力？看，又是一坨呢！哇，哦，哎，过来！哇，这边连条啊！哇，你要的美人鱼啊！看看，哇，这边果真连条，看，一条多少？不能，刚好凑一对，再来一点灯泡。别抓，先放这边，来，我们这边，给家人们看一下抓获，来，你把章鱼都抓起来，我们看一下抓获的救回去了。但开局咱再来了，没办法。哇，这个是我抓的，这是比较大。昨天我们出来捡好像都是这种的哈。今天被我抓到这种的。哇，那个比较脆，比较好吃。然后哇，今天这个抓了好多。哇，家人们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给不给力？哇，自己共抓了好多啊。然后章鱼哥看，哇，好多好多。
刚才第一个中火，第一个中火全着，鸡腿都把腿都勒了，然后跑去捡。哇，今天鱼，今天海货都是一群一群的捡，特别给你哦。那好了，家人们，我也抓紧回去，我们抓紧回去了。我们拜拜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